大家好，我是在越南的老魏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美女。这位美女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，也是一个兼职的模特。这个美女在越南的姓是姓黎，黎明的黎，我们就叫她小黎吧。小黎是个资深的模特，她配合摄影师动作非常娴熟，几乎都不需要摄影师更多的语言，只要一个眼神，她就可以摆出非常专业的动作。小黎的性格非常腼腆，第一次看到她，她一个人坐在咖啡厅的桌角边，一言不发，文质彬彬，我还以为是一个路人。没想到他做模特有这么专业，这是很多摄影师非常喜欢他的主要原因。拍照的那天，小巷里一直在下着雨，仿佛江南的春天。照片中的小黎仿佛烟雨江南走出来的亭亭少女。11月的胡志明，天空很容易就下起了小雨。在这样小雨朦胧的时候，和这样一位美丽的少女一起拍照，真的让人身心愉悦。如果您喜欢这样的美女，请关注我，并给我转发、留言、点赞，谢谢。在咖啡馆的一角，她身上透露着浓浓的知性美。大家一起欣赏摄影师拍的作品吧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在越南的老魏，明天将继续向您推出新的美女模特，请您持续关注我，再见。